有没有哪个小朋友要问问题呢？我。好吧，你说。你有没有把人丢进东京湾淹死过啊？当然没有了。那你有被人丢进水里过吗？这个也没有。小姨，小姨她真的会淹死你啊。你想把正南抓去淹死看看吗？啊，他就会死掉的啦，小心！啊！哇！命中目标！来来来，多吃一点玉米。你看，你看，鸽子的食欲好惊人啊！我看看。我的病房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我记得是这病房的5楼4号房。哎呀，这好像还要走一大段路才会到耶。宝宝走路好像机器人呢。我觉得像企鹅。